哎，你，不好意思啊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哎，刚刚那个是你哥吧？这样，你把你哥微信推给我，我把我哥微信推给你。我哥1米8呢，我哥185，我哥是他们班班草，我哥是他们学校校草。奶冻，这里。你看，这是我哥送我的玩具桃花小仙女，寓意新年桃花大丰收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。蹦蹦蹦。兄弟啊，那个在哪儿买的呀？新春宝可梦套餐。蹦蹦蹦。那我哥刚送我的宝藏新萌神，寓意我新年发大财呢。奶冻。南东这个太爱开了，我还想送布丁一套。啊，还要啊，真的吃不下了。我太难了。怎么？接啊！好的呢，妈妈，我会督促六爷的。哎呀，六爷，别找女朋友了也。你们还取笑我，是不是明年到你们？大不了我们四个一起脱单，最多多40块。要是他们都谈恋爱的话，是不是没人关心我了？不会有人天天跟我摆事的了，也不会有人下雨天来学校接我了，更不会有人无时无刻的保护我。怎么了？你们如果有了女朋友，是不是以后就不会管我了？你这个小傻子，不会呢。我可是每天都会盯着你看。真的会每天吗？不，是每时每刻。改变了自己都不认识自己。还在加班啊？正在做2019年度的 flag 总结。你看，买到喜欢的睡衣，出单曲，粉丝突破5万，不拜拜了。早睡早起，去国外旅游，努力脱单。粉丝好厉害啊， flag 都成了一半了。那是当然了，只要妹妹给我加油，就一定会实现。2019，你们的 flag 都实现了吗？2020，祝愿大家感想的都能成。你有四个哥哥，那你最喜欢谁？十四呢，他最保护我了。六饼呢，他时间最多，经常带我去吃好吃的。奶冻会给我介绍小哥哥。哎，不过说起来，在工作上帮助我，经常给我鼓励，让我感到最温暖的还是3岁。可能你这句话都是骗我的，但是把你开心的。我怎么可能会骗你啊？骗我也没关系。奶冻帮妹妹的一天。哎，老婆啊，我来洗妆了。快来，我帮你试好不好吃啊？我帮你试试这床软不软。奶冻，我要去见朋友。等，我先去帮你看看这帮朋友值不值得见啊。值不值得见啊？哎，我要洗脸了，你今天不会出门吧？